说力奋发起新城，凝心聚力创伟业。各位，欢迎收看新闻频道每周日下午一点推出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特别节目。今天我们将带领大家看看各地的企业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后的务实举措，讲述企业扎实干事创业、积极创新发展的故事。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国家富强在于经济，经济繁荣在于企业。这其中，国有企业在经济社会当中的发展，发挥着主力军和压舱石的作用。接下来，我们就跟随着记者的脚步，到祖国的南端去看一看。在三亚南部200公里外的深海海域，我国首个自营超深水大气田“深海一号”的二期工程正准备开钻。在我国海南岛东南1000米水深海域，一座钢铁巨无霸傲然屹立在蓝海之上，它就是海洋石油982深水钻井平台。它将开钻我国首个深水高温高压气田“深海一号”二期工程的首口井。我们现在马上要抵达的是深海一号二期工程，它是我国首个深水高温高压气田，它的总井深超过了6万米，相当于145辆加长版复兴号列车长度的总和。记者刚到达钻井平台，正赶上平台实施表层喷射作业。表层喷射作业靠钻头喷嘴喷射出来的高速液体钻开地层，是一种高效建立水下井口的钻满井方式。这一次，技术人员对传统喷射工艺进行了改进。在一旁指挥的项目经理蒋东雷胸有成竹。采用这个喷射钻井的模式，表层越来越深的时候，它的机械钻速表现就越来越慢。那么我们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改进，采用这种 PVC 钻头的这种喷射模式。采用人造金刚石钻头完成喷射作业，这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大变化。它对过去的喷射工艺带来了颠覆性的改变。而最大的困难就是国内外都没有相关的应用成果可供参考。在深海油气勘探开发过程中，类似的技术难题还有很多。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集聚力量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中国海油联合重庆前卫、威飞海洋、中国石油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等16家国内优秀海洋装备研发制造企业和研发机构，成立创新联合体，开展原创性技术攻关。创新联合体的出现和高效运作，加快了海洋油气勘探开发的技术迭代。眼下，我国自主研发的潜水水下采油术已经在渤海湾安装，500米级深水采油术也在海南莺歌海成功投入使用。已有水下应急风景器、深水水下井口、深水水下管会等20项装备和技术得以攻克，促使我国相关产业链和供应链不断完善，也推动了国内油气增储上产打开新局面。从深海一号到近期发现的宝岛211，我们依托这套自主建立的深水油气勘探开发技术体系，在海南岛周边深水海域不断有新的斩获。今年前三季度，中国海油油气增储上产再上新台阶，国内原油同比增产244万吨，占全国总增量的近60%；天然气同比增产21亿立方米，海上碳封存、深远海风电等项目稳步推进。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力争我国能源资源禀赋，坚持先立后破，有计划分步骤实施碳达峰行动。中国海油将稳住国家油气供应基本盘，坚定加快绿色低碳转型，力争到2025年海洋原油增产量继续保持在全国原油增量的60%以上。党的二十大报告将核电技术列入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重大成果之一，并强调积极、安全、有序发展核电。俯瞰我国大陆海岸线，分布于沿海8省区的19个核电基地串珠成链，54台在运核电机组，
23台在建核电机组，以总装机全球第二、在建装机全球第一的规模，构筑起从核电大国迈向核电强国的坚实底气。目前除了发电，我国核电企业持续加大技术创新力度，积极开展供热以及医用同位素等领域的核能综合利用。12月1号，浙江海盐迎来了第一场冬雪，气温骤降。核能工业供热项目经理陈黎黎冒雪来到秦山工业园区，协调核能供热管道的施工。这总共多少米啊？总共这到这个位置大概是300米左右。300。陈黎黎努力要接通的供热管线，是我国首个核能工业供热项目。今年8月，秦山核电已经把供热管线铺到了工业园区，但是到企业的最后300米卡住了。投入啊，成本是比较大的，总共资金的话，初步预估是要花800多万。不成功的话，那我们产线将会面临的停产。对企业来说，虽然核能供热便宜，但改造管线投入多，风险大，让企业一直犹豫不决。3个多月的时间里，陈黎黎多次上门沟通，可一直没有结果。如何才能说服企业打通供热管线的最后300米？中核集团开展的一系列20大精神学习讨论活动，让陈黎黎的工作思路逐渐清晰起来。党的20大报告提出，要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核能发电的过程中几乎不产生碳排放，用核能供热不仅能为企业节约成本，还能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经济账可观，环保账更亮眼。碳达峰、碳中和是一个未来的趋势啊，就我们核能供热要做一个引领示范的作用，我们也就打9折，我们就是想把优惠让利给用热的企业。为了打动企业，陈黎黎还拿出了免费试用3个月的优惠条件。这次上门，企业的顾虑终于打消了。12月15号，我国首个核能工业供热项目的热水终于流进了企业的生产车间。利用核能供热的同时，针对我国医疗同位素主要依赖进口的难题，秦山核电另一支技术攻关团队正奋战在一线。听完了20大报告，我们的研究团队有了更强的信心，也有了更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那目前我们还在紧锣密鼓开展的就是同位素的生产。我国去年成功实施首例医用同位素乙90的临床治疗肝癌手术，但目前乙90主要还是依赖进口，而秦山核电的3期重水核反应堆恰好具备着生产乙90的能力。利用这个商用的反应堆来生产其他的医用同位素，国内是没有这个先例的。这几天李世生团队遇到的困难是如何能把生产乙90的原材料分毫不差地送进密闭的核反应堆。因为反应堆里的放射性太高了，一般的摄像头是很难把它放到里边进行观测的，因为一进来这个摄像头的画面就花掉了，所以还是要自己研究出一套办法，不能做成闭着眼睛穿针的事。经过集中攻关，秦山核电已经完成乙90装卸靶舰的装置设计和安全论证工作，正在开展装置样机试验。按计划，到2024年就能生产出基本满足国内医疗需求的乙90，降低肝癌患者的治疗成本。今年12月15号，我国首个核能工业供热项目在浙江海盐县正式投运，这是秦山核电和浙江海盐县在核能综合利用方面的一次突破，为工业产业园区清洁能源替代提供了新方案。那么，核能供热给当地企业带来了哪些实打实的好处呢？接下来跟随着总台记者的镜头去看一看。我现在是在浙江省海盐县秦山街道一家生产锂电池企业的生产车间当中。作为一家高新技术的企业啊，他们所生产的锂电池广泛应用于比如说笔记本电脑、智能手机等领域。其实要生产一块锂电池环节挺多的，无论是原材料的烘干还是产品的封装，对温度、对湿度的控制要求都极高。比如说此时此刻我们所在的这个正极磨切的车间，对于湿度的控制，相对湿度得在30%以下。我们来看一下此刻的湿度呢，是7.3%。
要控制湿度就得用到热能。那么热能目前来自于哪里呢？答案其实就在我们企业这个生产车间的正上方。大家呢通过画面能够看到，这个辅助机房里头除了有控制温度的中央空调之外，还有控制湿度的一些机械设备。自打核能供热项目出现之后呢，这家企业就是第一个用上核能供热的企业。其实用上核能供热之后啊，对于企业的好处来说挺多的。第一个就是更加的稳定，因为核能供热呢可以全年不间断地提供，与企业的生产需求相匹配。第二个好处在于哪儿呢？因为我们这家企业所生产的锂电池啊，很大部分要用于出口国外，而国外的客户呢特别看重企业的绿电比例。有呢核能供热的清洁能源之后，其实对于我们的产品又多了一个卖点，更有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而最后一个好处呢，我们得换一个地方来说一说，我们得往外走。大家呢通过这个航拍画面看到的这个辅房，其实是过去我们传统能源用于加热的一个工作区，我们进到里面去瞧一瞧。现在呢我就来到了这个辅房当中，大家通过画面包括听到的声音能够感受到，其实这个辅房当中的传统燃料加热设备还是在运行当中。但是要特别告诉大家，自从用上核能供热之后，其实这22台传统燃料加热设备，它们使用的频率、使用的时间，甚至使用的台次都有了大幅度的减少。企业呢也给我算了一笔账，过去使用这些传统燃料的加热设备年均成本大概是6000多万元，如果将它们全都替换成核能供热的话，一年可以省下2000多万元，更为重要的是一年还能实现减碳2到3万吨的目标，这对于企业来说就是一个实打实的实惠。从去年开始呢，海岸线当地有更多的小区用户，包括老年公寓，已经用上了秦山核电所提供的这样的供暖保障。我们所在的浙江海盐工业用能占全县用能的大概80%左右，节能减排工业就是重中之重。在碳达峰、碳中和的背景之下，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其实怎么样打通核能的综合利用非常的关键。我们在现场也感受到了，其实企业与地方、国企与民企之间共融的清洁能源供应模式。通过刚才的短片呢，我们看到国有企业不仅实现了自身的不断突破，也有力地带动了民营企业发展。党的20大报告强调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报告还提出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在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如何把握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关系，如何推动二者协同发展，国有能源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又能给经济发展带来些什么呢？我们来听特约评论员杨宇的解读。中国经济呢正在经历一个深刻的这样的结构性变革，可以说呢这是一个复杂的市场化探索的进程。要想进一步的提高效能、增强韧性，就要进一步的激活企业的活力和创造力。那从党的20大到刚刚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再次强调要坚持2个毫不动摇，可以说呢是亮明态度，毫不含糊。在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上，党和国家的态度呢是明确的、一贯的，从来没有动摇。那今天呢，我们要用全新的现代化产业链的理念来认识国有和民营经济。我国的国有企业呢和民营企业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那国有企业呢，更多的是在上游，在一些基础产业，还有重型制造业上发挥它的作用。而民营企业呢，越来越多地提供着制造业产品，特别是最终的消费品。可以说呢，两者是高度的结合、互补，而且互相支持，是这样的一种关系。从前面报道当中，我们也能看到，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呢，在同一个产业链
供应链或者价值链上，大家呢是互相合作，实现共赢。那谈到国有的能源企业发挥的推动作用，我想最关键的作用呢，是推动了保障着我们的能源安全。可以说，能源的饭碗和粮食的饭碗一样，都要牢牢地端在我们自己的手上。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过程当中呢，要处理好四对关系，那么要处理好发展和减排的关系、整体和局部的关系、长期目标呢和短期目标的关系，还有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可以说，在能源领域的各类这样的市场主体，大家推动高质量发展，为我们保障能源安全提供了重要的支撑。近年来，我国以互联网平台经济为代表的新业态迅猛发展，催生了一大批新职业。以网约配送员、互联网营销师等为代表的新职业就业形态劳动者，目前已近1亿人，数量持续增加，并且愈发成为城市建设不可或缺的力量。拥抱新就业群体，城市如何敞开怀抱呢？接下来，我们就跟随着记者的镜头，来到江苏苏州的东渚街道去看一看。外卖小哥、快递小哥和网约车司机这样的新就业群体啊，起早贪黑，风餐露宿，非常的辛苦。今年苏州东渚街道联合爱心商铺和基层的党组织，专门建设了将近30个月薪驿站，为这些新就业群体解决他们工作当中方方面面的困难。来到这样的一个月薪驿站，迎面而来的就是一片心愿墙，我们来听听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心声。努力工作，好好赚钱，应该说出了很多网约车司机和外卖小哥的这种心声。其实舍身处地的想一想，一整天奔波在外，吃上一口热饭，喝上一口热水，真的就是一种特别温馨的存在。所以来到这儿，我们可以看到像微波炉、饮水机一应俱全，还有各种接头的这种充电器，能够帮他们给手机充充电。如果赶路特别急，一不小心摔伤了，这个地方还有一个药箱，能够临时应应急。那工作人员告诉我说啊，这样的一个爱心驿站，整个白天的时段全部都是免费向公众开放的。但是呢，上午的10点钟左右和下午的3、4点钟左右是最热闹的时候，因为只有这个时间段，咱们的网约车司机以及外卖小哥他们才会有一点点闲暇的时间。来到这里就有冬暖夏凉的空调，有图书可以看，也是一天忙碌工作当中非常温馨的时刻。其实咱们的基层社区街道对于这样的一些新就业群体的关爱，已经从他们的工作延伸到了他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来看这样的一个照片墙，这上面全都是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参与咱们基层社区志愿服务工作的这样的一些现场。给您讲一个小的故事，您看这样的一位快递外卖小哥，他也是一位共产党员，多年来啊一直积极地参与咱们社区的志愿服务工作。那么根据咱们街道今年新出台的一项创新的政策，帮他解决了一个大的问题，帮他的妻子在家门口就找到了一个社区网格员的工作，可解决了生活中的大的困难。那工作人员还告诉我说啊，接下来咱们社区街道还将帮更多的网约车司机、外卖小哥这样的新就业群体解决，比如说像小朋友上幼儿园呐、免费体检以及职业培训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那说到这儿，可能很多人都会问，那我们如何去衡量这样的一些新就业群体参与的志愿服务？他们参与这样的志愿服务，我们又是通过什么样的政策给予他们更多的回馈和关爱呢？接下来啊，我们就去社区街道看一看。这里是苏州东渚街道的青山绿亭社区。依据创新出台的激励政策，苏州东渚街道的各个社区组织新就业群体们参加志愿服务工作，每一项都和咱老百姓的具体生活需求紧密相关。那在这样的一间办公室里，工作人员也在对咱们志愿者们的工作进行一个量化的统计。你好，我想问一下，今天咱们大概一共有几名快递小哥来做咱们的志愿者工作？我们今天一共有4名志愿者参与到我们这次的活动中来。我看您在本子上写的应该是分数，对吧？是在统分？是的，我们也是通过这个积分来对他们的工作进行一个衡量的。那您说到积分，我想问一下，谁的分最高？目前这个月？您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舒龙先生很高的积分，他目前已经有25分的积分了。
那么这些通过志愿活动获取的积分都可以用在哪些地方呢？东渚街道创新提出了积分五入管理办法，用积分兑换相关的服务，满足新就业群体就医、入学等相关需求。我们继续来看。也了解一下你们到底哪些方面急需要可能我们政府帮助的。我们骑手在外面跑，小磕小碰，交通事故率比较高，保险的话不太全面。我们现在直播嘛，有的时候会去户外，手机流量就费用非常高。孩子嘛，马上要到入园的这个时间了，但是呢，我们和好多同事并不具备这个入园的这个条件，看能不能帮我们解决一下。经过不断上门走访、调研和座谈，街道了解到新业态新就业群体中90%以上是外地户籍，普遍存在子女入托及教育、医疗保险等问题，他们的实际困难如何解决？对他们这些帮助更加符合该群体的特点，让这些帮助也看得见、摸得着、接地气。同时我们也需要更多的人参与到基层社会治理中，于是以双向服务为出发点，在苏州市流动人口积分管理办法的基础上，创新提出了五入的管理办法。所谓积分五入，就是激励新业态新就业群体以社会志愿服务换取积分，达到一定分值后可以申请兑换入医、入学、入网、入岗、入托服务，最终形成参与、贡献、反馈的正向激励机制。目前这一措施正在试运行。这样的政策好，我家孩子还小，在这里做好志愿服务活动，以后把小孩带到这里来上幼儿园。那我的积分要是够高的话，我肯定愿意把积分换成体检，让家里的老人来参加的。不过政策初衷虽好，但真正落地并不容易。无论入岗、入医、入学，还是入托、入网，都需要多个政府部门和企业等协同合作。为此，街道党工委成立了洽谈积分搜集、积分兑换、综合保障等四个小组，与医院、学校等部门协调兑换方案，建立积分台账。在多次反复沟通后，当地各部门终于达成了共识。我们在青山绿亭可以出3到5个学额，我们考虑在医院免费提供5个名额，为新就业群体提供体检。如果说我们街道能够予以一个支持托底的话，那我觉得在报名费一块可以根据他的积分情况予以一个减免。目前东渚街道的新业态新就业群体积分五入管理办法正在有条部门完善中，预计将在2023年年初正式发布。下一步，东渚街道还计划带动更多有入党意愿、积极上进的司机、骑手等新业态从业人员向党组织靠拢，积极探索新就业群体共同参与基层治理工作，为城市增添动力，共同创造新时代美好生活。苏州东渚街道的一系列的创新举措，为新就业群体解决了后顾之忧。那么，政府在政策上帮助新就业群体融入城市发展，会给当地的企业发展乃至当地经济发展带来哪些帮助呢？我们继续来看特约评论员杨宇的解读。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的发展啊，可以说是这几年的一个崭新的现象。到去年年底呢，我国灵活就业的人群有2亿人左右，这为拓宽就业的新渠道，来培育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提供了重要的支撑。但是呢，灵活就业的发展也面对很多前进中的难题，比如说呢，我国的劳动法、劳动合同法还有社会保障制度，主要呢是针对传统的就业形态来设计的。形象的说呢，就是主要针对着有单位的人员来进行的设计。那我国的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包括3种人群，第一类呢是个体经营的从业者，第二类呢就是非全日制的一些劳动者，比如说从事家政服务的人员，还有打零工的人员，第三类呢就是依托很多互联网平台，依托平台经济而实现了灵活就业的人员。那根据最新的权威统计，在新就业形态人员当中，目前跟平台企业还有或者是第三方的外包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的只有43%，签订了劳务协议的只有29%，而什么都没签的呢有28%。所以在党的20大的报告当中呢，我们看到围绕着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特别强调了要加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
劳动者的权益保障。我们看到中央有顶层设计，整体的部署也需要基层来落实，并且结合本地实际呢展开鲜活的探索。从前边报道当中我们看到的探索，今天在全国各地都在普遍的推进。这样的探索呢能带来三个作用。第一呢，能够从多方面用多样的政策、多样的努力和制度建设来一点一滴的加强对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群体的这种权益的保障。第二呢，能够稳住这样的一个灵活就业的群体，同时呢还能吸引更多的劳动者来进入到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当中。第三呢，这样的努力能够让这些群体给广大的公众提供的各种服务、各种保障能够持续可预期，能够非常的稳定，同时呢也给新的经济形态的发展提供有力的劳动力的支撑。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谱写新时代的华章，创造新的历史伟业。下周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关注新闻频道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特别节目。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主题采访活动，到基层去，到群众中去，展示一线工作新思路、新举措，记录祖国大地新气象、新风貌，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